好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寂静岭五的游戏解说视频，我叫 Mac。上一次呢，我的视频是断掉了，因为我有一张画呢是没有给大家看的，所以这一次呢，我要在这里重新的做一遍。我由于是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完整的视频，就是还有一张画没拿，我把这个游戏又从头到尾玩，因为玩了一次啊，因为啊天呐，从头到尾的玩了一遍，然后才又到这里，然后再做一次这样的视频给大家看，挺郁闷的。主要是什么原因？主要就是有一张画没有拿嘛，啊，然后刚才也是录了一次录像，但是我却发现游戏存在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又得从头录了。啊，PC 移植版就是麻烦了。好，然后我们打这个邪教士兵都是要一直的用小刀来，就是不断的用轻击，哎，搞定了。好，不断的用轻击来把他给制服。这里还有个敌人，等他过来，不要自己过来，不要自己过去，基本在这里会方便一些。不要让他有任何还击的机会啊！然后我的修改器，如果本来开成功了，应该六下就搞定了，但是好像没开成功吧，所以现在没开修改器的跟他打，就要打的时间长很多了。而且绕了很多圈，哎呀，我很不耐烦了。打这么久，真够郁闷的呀！我能不打了吗？好，终于死掉了。好，首先这里有个2000子弹，别忘了。然后呢，枪。钥匙，我先试一下，就修改器就开，开了。因为我不想说，你看大家看我这样子打很没有意思，这个乐趣当然还是要自己去打会比较好嘛。别看着我来一直跟他啊这么想，这么长时间的打，没什么意思。而且我主要做的视频都是，这个物品嘛。隐藏要素等等一系列的。好，这里有一个敌人，刚才是两个，这里要敲开，然后听到一些邪教士兵在那里聊天，可以说这总部是相当的多，就是证明这里是没有那些怪物的，只有人，所以已经确定了，我们已经潜入了他的总部了。好，然后这里又是两个，基本上其实它出现的都是两个。这里呢，我们是去救 L 呢，就差一点就要被这个修理工科迪给杀掉了。但是呢，幸亏我们的主角及时赶到。其实我觉得这怎么说呢？
在我们这么长时间跟这个霍洛维法官在那里较量，然后又去这么多地方才来，如果照常理来说他早死了啊，既然不死那肯定就是剧情留给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剧情需要吧，剧情需要就是女主角不死了。其实这个要是不要那个子弹打到还是挺麻烦的。好，先不要走，这里也会卡一下，先不要走啊，因为呢原本这个锁住女主角的房间有相当多的补给啊，相当多的补给，所以来说呢我们呢要回去这个房间，而且还有一个钥匙是可以拿回自己全部的武器，干嘛不拿了？不要这么傻啊，对吧？肯定要拿了。好的，啊，我好像因为重做视频好像又有一个地方忘，哎，我等一下再带大家去吧。我上一次也就是因为那一张画没有拿，然后刚才录了一次呢是有拿的，然后结果录这一次的时候又没有，又忘了拿啊，我的记性实在是。我要带大家拿回这个画，我千万别忘，忘了就完蛋了，我这视频就白做，我又要从头到尾做一遍，那我就要崩溃了。我已经做了三四次了，我为了这个视频真的已经做了，就是从头到尾已经做了三四次了，再做我也疯掉了。唉，我这人多认真的，少一点点东西都不行啊。好，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我做视频次数太多，你看这里房间很多东西，因为已经到了 boss 战了嘛。就如果你们是没有用这个修改器的话，基本上肯定要拿回这些东西了，而且拿更多。好，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呢，就是那个血清，我就不拿了，但是我给你说这个位置来省点时间然后我刚思路中断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跟你们，就是录前一次还是录这一次有没有跟你们说。好，我们先回到这里，刚才忘了一个地方，就是打开这个门，然后这里有一张画，隐蔽吧，够隐蔽。然后我检查一下，应该是18张画已经齐了，跟这些11张照片，1 2 3 4 5 6 7 8 9 10 11。好，然后这里有18张画，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对了，这就是全部的照片与画。当然，对，我跟你忘了跟你们说的就是，实际上我本来说的是有没有就是一定要齐了才有隐藏结局，其实不是的，其实就是说只要是这个照片有十，就是照片嘛齐了，或者是图画齐了，有十两样东西加起来有18张以上就可以了啊，但是要其中一样齐了就需要这样。所以来说呢，就是说我是上一次录视频少了一张图画，就少了最后一张，
但是还是可以有隐藏结局。然后我这一次就真的把所有隐藏的要素都做。然后你看这里有一个错误，就是和阿里克斯经常会穿墙术啊，这里的门全部都没有。然后呢，这里有一只警用随机步枪，这里还有一个散弹枪子弹。好的，应该就是没有东西了。打破这个枪窗，我们可以看到威勒夫警官被插了4-5刀啊，哇，挺恐怖的，被插了四刀，5刀啊，天哪，毙了。被插了5刀，但是他不死，这种人才叫做厉害。我就发现他插了那5刀都没有1刀是要害的啊，因为他心脏在左边，没有1刀插他心脏啊。好，然后呢，基于人道来说，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结局，肯定是给他急救箱，他就缓慢的呼吸，看到他在动了啊。然后有一些人说，哎，看不出来威勒夫警官这里就是他是好了还是没好嘛，就是他活了没。实际上他在跟主角对话的时候就已经能察觉出来，如果他跟主角说，跟女主角说你看在这里，他说的那句话是你得带他离开这里，那就证明这个威勒警官是活着的。如果他是没有给这个急救箱的话，他会说你一个人快点走吧，他是这样跟这个女主角说的。所以这里面就已经看得出来威勒警官是不是活还是死了嘛，这很简单嘛。然后很多人说，哎，看不出来这到底有没有影响结局，实际上他这一句话已经影响了结局了，就已经是给你看得出来他那个威勒警官是活着的，就这样。当然在好的结局里面是看不到威勒警官这个人，但是来说呢，在这个在这个 UFO 结局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因为他跟好结局是一样，而且呢是突然他们被抓走了，然后威勒夫警官呢就出来说啊，我就知道是你这个 UFO 把所有人抓走了嘛。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威勒夫警官是活着了，但是在好的结局，就是正统的好的结局里面就看不到威勒夫警官的影子，因为他也受了这么重伤，他也出不来了啊。然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女主角把他安置了一个地方吧，是吧，可以这样说啊。故事说在扣了911吧，美国应该是911吧，扣了911啊。好，这里面因为我不是做攻略，所以呢我只是我省掉一些步骤，我就告诉你们。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用刀插的地方，匕首有4个地方，你看4根柱子啊。然后呢这里旁边对应的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图案，有文字和家谱。然后这里面，然后这个柱子上面还有一个符号，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解一个谜。然后我因为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就不解了，我就不看了。然后呢这个圈里面，就我们所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本东西，这个就是废弃医生的一个医疗诊断本嘛。然后根据他站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家族的这个标志。然后呢我们就来转这个圈，主要呢这里就是转两圈，内圈就是转两圈。然后等到这个对人，这里是人，然后这里是山，等这两个标志入到里面，我们就可以转外圈了，就说这是对的。但是外圈呢基本上应该要转7-8次左右吧，这是1次2次，要等那个眼睛到这个位置，但是不是第一个眼睛，是第二个眼睛。然后这是3次，不是这一个眼睛，你看它都没有声音，所以我们要继续4次。我就觉得这里相当痛苦啊，它转得很慢了，然后这里很浪费时间。第5次
第六次，那就有八次，第七次，第八次，眼睛在这里就卡住了，就咔，对，这里咔一声，好，然后这个破掉，然后我们就想打开这道门，这道门当然也要解。唯一刚才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符号，然后你们仔细的观察一下知道，只要对这两个门就打开了。这里最后一下我的机器还会卡一下，对，还会卡一下。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入了最后的 boss 战，我可以说把所有的隐藏要素还有我知道的物品的位置已经全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说我还有地方就是那个物品我是没有做出来的，你就可以跟我说。好，这个动画过掉，动画也过掉，动画还是过掉，对，这个好，如果用了修改器打一枪，打一枪，这个 boss 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对着他肚子打。好，出现这个，我们就打完了。然后这张动画是过不了的，主要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么辛苦收集的这些书画和照片得到的一个是什么结局呢。然后我们顺便讲一下 Josh 已经死掉了，因为在刚才的动画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淹死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项链这个戒指还给 Josh， 但是为时已晚了，因为Josh 已经淹死了，他的觉得非常的后悔，就不小心把弟弟给杀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这尸体放四年的话，就是说因为他爸爸说这四年前的错，然后如果这尸体是放四年的话，你应该早腐烂了吧，还是因为他邪教里面就是因为作曲的尸体原本是放在我们所看到那个棺木里面，就是被就是被祭祀掉了，就是虽然不是艾克斯本人，但是他也是代替了，他已经死了，他就代替了艾克斯祭祀，只不过因为不是本人，所以就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实现他这个祭祀，所以他们的计时就失败了嘛。然后现在这个就是好的结局，我就看了他的，他的很多时候应该有两次还是三次吧，是两次吧还是几次，就是艾克斯是从水地下水道出来的啊，不止一次吧，你看这又是一次，还是说因为我玩的游戏多，然后我觉得游戏里面有两次都是这样子出来的啊，这是治好的结局，也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其实也是五代的一个正统的结局吧，就最正统的这个门呢，如果大家玩的时候会很熟悉，它是在电厂的，就那个寂静岭里面那个发电厂入口的对面就有这个门，然后这个门呢，它如果你之前去的时候它就说什么这个门像是被诅咒了一样，然后现在女主角从这里出来吗，好，然后呢这个结局就是说他跟那个女主角在一起，然后对他们以后的小镇牧羊溪谷的小镇都是一个好的影响，寂静岭来说这个小镇是没有办法跟牧羊人溪谷一样的发展，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故事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然后怎么看隐藏结局呢？首先，你要存的这个游戏，好，我是用第一个玩的，然后呢，等它退出，它有一段音乐，把这个音乐过掉，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如无意外的话啊，对。就会出现一个隐藏结局，对，我这就是我们这么辛苦玩的。实际上它是不一定要全部收集完，反正叫18张嘛，照片，齐，或是这个图画齐了，有18张以上的就 OK 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哎，怎么这么多水呢？这脚印的尺码，在游戏里面出现的是哪一个？人有这样的尺码呢，应该很清楚吧？还是自己的房间啊？这到底是谁呢？还是躺在下铺的吗？哦，原来是 Josh，他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不是很眼熟啊？对了，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在阁楼那里收集到的那一张照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呢？这就是，这个游戏留给我们的一个谜题。然后我会再用一个视频跟你们解释。啊，多谢大家的收看。